今天我们在新城营区隆重举行驻军第25批干驻军官欢送大会。能够到香港履行防务是我一生的荣耀。六年的驻港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驻港五年，我的军事素质管理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香港市民包括青少年学生了解我们祖国的伟大，了解我们人民军队的伟大，我就觉得特别有价值。我也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，祝愿战友们工作顺利。到了新的岗位之后，我将继续奋斗奉献，把驻港精神传承好，把驻港优良工作作风发扬好，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奋发作为，争取再立新功。即将轮换出港，内心十分不舍。香港已经迈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，我坚信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，香港的明天会更好。